我们什么都在这个砧板上接，到底是对来不及。这是生肉。通常这样，我老婆会骂死。对啊。老公，那你负责的是鱼年糕吗？我负责的是洗菜，我负责洗菜、刷粉、备料，好不好？那你们的这三样菜，你有哪样会做的吗？啊，我一样都不会做。做菜绝对是我弱项了，不好意思，我会尽力的啦，不要这样了。现在是备料的状态，就是各自负责各自菜的备料。好，然后等一下总主要煮的时候，以林莎为主。好，就他来指挥我们的意思。没问题。那我把我给要的备料先拿走。豆腐，豆腐还没有，就一个小区域而已。好不好，豆腐我们什么都在这个砧板上接，到底是对来不及。这是生肉。通常这样，我老婆会骂死。对啊，我觉得会被骂忘。你们先不要拍好不好？对啊，待会就在煮汤，都是高温杀菌，所以 OK 的。重点是够我们自己吃，好不好？对 ，OK 的。我实在是没有吃过带皮的酸辣汤。最主要的酸辣汤的灵魂就是这个，要用五花肉，你要把它煸香，然后你吃起来、喝起来的时候，那个酸辣汤就很有底味，好吧？所以我蛮期待的，这是威廉酸辣汤。哎，刀哥，我觉得你可以帮他们，因为我这边其实我现在也等一下要没事。好，我等一下就把火塞。我在备料，我等那个火好了。这个也洗好了，洗完了都洗完了。酸辣汤好什么？没有啊，有没有看过酸辣汤有带皮的肉啊？好高级哦！武士哥也是这样，这是精华。那其实有一些骨头，就是要挑出来，没骨。我就是想要让大家吃到有点带骨的感觉。这是你的用心，对，用心。通常这种用心都会被人家念。啊，怎么有骨头？怎么把那个铝箔包拿下来？队友没看到，好险！原本煮菜已经很难了，然后现在户外做菜啊更难，他什么都帮不上。你之前不是有去露营啊？每周看他有啊，美美的。我假阿豆凹豆对哦。漂亮 ，K 哥来检查一下好不好？是看起来还 OK 啦，还可以吧？有看到肉啦， okay, 有看到肉啊。好，这样可以吧？可以。你家很随性的，你感觉嘞？我不是，因为我没做过九人份的，我在家做菜也是没感觉。这看起来就是热在要烤。那你要偶像再拍一拍。对。哎，这个看起来真的不简单，来看我一下。哇塞！再来一个。哇塞！哇塞！有没有？有。有吧，哥。这个交给你用，来，我去把烟鸡烟腌。好。刀哥是不是很崇拜 Kid 啊？谁？我是很爱他。这么真性情的人不太多，他不在意保护层这件事情。很真实。但是他很真实，但是他很有礼貌，所以我很欣赏这样的朋友。所以我爱不爱他，很爱他。刀哥现在精神还可以吗？目前 OK 哦，我再给你们拍三分钟哦。九点要睡。那你来完很大之后，你的作息有没有变？我已经在调整了。爸爸，为了在完很大里面表现能够越来越进步。哎，我跟你讲，这压力很大。你知道完很大的玩粉是很直接的，但是我到这一集啊，我觉得我心态有调整比较好。怎么说？就是会觉得。不要管别人会不会酸你，会不会骂你，你就是很认真的跟你大家玩在一起就对，不要想那么多。